竹杯相恋换，我把农村探一探。八竹杯相不听，听我另类说三弄。农村的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国家政策有规定，60退休的年龄，人过60岁以上，身体素质会下降，干活没有了力气，不是过去能比拟，脑子变得不灵活，机器工作不适合。规定60岁退休，城市生活都无忧，在家养养小动物，种种花草真舒服。公园打打太极拳，打打麻将享清闲，捎带孙子孙女看，喝喝煎茶吃吃饭。这事儿城市很普遍，农村确实不多见。有关专家来研究，农村老人不退休，60多岁要下地，惹得专家有疑虑，惹得专家很疑惑，为啥恁喜欢干活？专家一直很迷糊，为啥农民闲不住，60多岁去种田，不在家里享清闲。针对专家的问题，老农一一来列举，老农说上五句话，听听他们说了啥。而你赚钱并不多，自己生活也坎坷，如果老人不干活，将来没钱谁养活？将来养老用到钱，也给儿女添麻烦。农村赚钱不轻松，除了种地就打工，种地打工都辛苦，赚钱来把家里补。人过60不中用，经常吃药和看病，吃药看病要花钱，钱财谁人都稀罕，只要自己还能干，不会在家吃闲饭。好多娃娃没结婚，都要老人去操心。现在农村要结婚，要车要房要现金，女方这么多要求，老人咋能不发愁？自己吃苦无所谓，咱欠媳妇儿来体会。孩子婚事都办好，存钱自己要养老。现在花销很厉害，只好勒紧裤腰带。物价层层往上涨，干啥都需要银两，东西贵的难形容，没有金钱咋会行？农村老人不干活，会和媳妇有隔阂，不去干活去享受，儿媳早晚会受够。儿媳早晚不愿意，会把老人来嫌弃，能帮儿子赚些钱，儿媳才能笑开颜。专家听了这些话，不禁眼泪潸然下，感觉肃然和无畏，竟然无言去应对。农村没有退休金，年过60去打拼，养老保障都没有，老农至死方退休，那个方退休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袋子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。农民受苦受累，谁安慰？谁安慰？